医生，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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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生，
你现在继续单身，又没有喜欢的人，对吗？嗯。做我女朋友吧。你是在跟我表白吗？我很清楚，我对你的感情不是错觉，就是爱情。那我也很清楚地告诉你，我不可能爱你的。你要跟我求婚是吗？你说出一样我爱吃的东西，我就答应你。你自己不会换吗？他没时间换，那也用不着你给他换。你就是因为他拒绝了我的求婚。你走吧，我让你走啊。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